二位，位置不错，表演没问题。但是导演觉得从画面里看，还是替身换上演员这个颜色会更好啊。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现场走戏结束，演员会休息，灯光、摄影、美术部门进行工作，谢谢。请问美术老师，往右一点。哎，律师老师，你转一下。导演要的是你第一个背的那个，不是这个。啊，对，第一个。那个我也弄好了。OK， 我这就拿来。没事吧，老师？我来。他没事就好。走吧。不用谢了，老师。再往右一些。这两个得一边齐吧？对，差不多。OK。哎，我觉得啊，你那个可以再往右一点点。你稍等啊。啊，这样行吗？小心点啊。美术还要多久？那个，我们美术一两分钟就 OK 了。啊，导演，现场大概还要五分钟。怎么样了？哎，还剩两场戏，我打算跟导演说说，把最后一场甩到明天，让他把昨天落下镜头先补上。好，郑导，我的戏什么时候可以拍啊？你的戏到你时候我通知你啊，别着急，妹妹。阿炮，再推的慢一点。哎，好的。曾老师，导演说氛围感还想再重一点，这个灯光还要调，咱们五分钟可以搞定吗？不用，一分钟就行。灯光老师，把顶上的太空灯再减暗一半。没问题。小朱，前面的化妆镜帮我换下灯泡。好，收到。灯光和美术 OK 了，演员和替身就位了，谢谢。好，准备，现场安静。焦点 OK。开机。哎，麦哥，穿了。Action。好看，辛苦大家，我们再来一条。